因为我们饭店是住在中部啦，那你现在要拖到六点去的话，你现在要干什么？你真的要在街上逛吗？请你们稍微的包含一下哈，请你们稍微的包含一下，今天呢，因为哈，就是这个饭店的新。赶快把我包围起来！要讲话给你们听的，赶快！来到日本的神社或者去拜拜的地方，你可以发现他们一定会在神社前面。好，蹲下去。爱姐啊！都还没有拜拜，快走快走！啊，爱姐啊，你这个。
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就今天我们开始第一天的这个观光行程，第一天的观光行程。昨天你们睡在那上面好不好？好，睡得很舒服。那为什么今天会特别多？对，应该是7:20。应该睡在这里的话，应该是很宁静的地方。晚上有夜景可以看，很近的睡不着。结果爬起来跑步，还盖了棉被，所以被单子。那我知道了，这样大家睡不着，就叫他起来。买安眠药还要钱，找我不用钱，我后头准备了一根棍子哈，晚上再睡不着的话可以找我，今天的话你跟我直接这样玩一天会，你再跟我说睡不着的话，那是美军的三军综合医院，三军综合医院，现在呢，再请你看到这一个地方来，一片很空的里，没事。全 Okinawa 最便宜的地皮在这里，有没有人要炒地皮的？我跟你保证，一瓶12万的日币而已。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叫做北谷町桥荡。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，美军就是从一个灯、两个灯亮的话都没有超速，三个灯全亮的话代表它已经超速了。所以必然它会吸引很多的海底浮游生物来到这个地方。包括珊瑚在内，海底浮游生物一多的话，自然会吸引很多鱼群来这里。珊瑚礁一多，就会吸引很多热带鱼来这里。珊瑚礁颜色又是一样的。对，珊瑚礁呢，它本身有深红色、粉红色、蓝色、绿色、黄。Thank you.
这个要是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到花椒了。那宝宝，对，那个在上面，那个茶是什么？它下面，它下面飞哦。大丈夫でしょうか。今度は出てみる。
ではこの辺で頂点して休みをして、私たちのダンスをみんな楽しそうに踊ってます。あらあら、でもちょっと真ん中のモトちゃんをご覧ください。モトちゃん体が全然回っていません。さあ真ん中で軌道を作ってますよ。本人はあれでも一生懸命回してるって。はい、それではまたまた米組の料理さんの出番です。ハッピーショップの挑戦です。瓶のボールにピストを合わせてください。素晴らしい記念写真ができると思います。さあ料理さんはもう一分スピードで助走して、すごい記念写真です。うまく決めましたか。さあ料理さんには一人でないと、ハマユカのモトちゃんがハイジャンプに挑戦です。軽く立っていきました。飛ぶかもしれませんので、うまく受け止めてくださいね。さあ皆様、受けに来る準備の方はできてますか。はい、ポーリーさんハイキックスタートです。さあポーリーさんに入れます。空中キックいきます。しましたが、そうでも忘れてしまったんですね。さあ、うまくいくとお客様のところに飛ぶはずだったんです。はい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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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上单吗？坐下去。不接我。来了。真的是困啊。啊，姐，给你拿。在旁边照得到吗？小姐，走。我们要赢掉用。这个比较有香味。我们用第几拳了？你就爱之船的。是啊。不要等到空场了。啊，你帮我等到空场。不要动，这里不错。
300多人，那一家店的话起货了怎么办？你们要先去逛，也可以，就是去逛的时候已经7:30了，你要去哪里逛，对不对？等你再逛回来，逛到10点，人家要等你到10点才开门，再等你买完就已经12点了，对不对？你跟你去看看，你敢有通的？船来了，船，划对摇的船，没有搞错啊，搞错啦，没有，船在那里，船已经在那里了，船到了，你们早就看到了，船已经在那里了，没有搞错哎，比人家漂亮很多，都骑乘的，现在正在那里，我用今天的中午。对啊，我们打了一个现在呢，在前面这一块的话，你们到这段时间有没有发现到房子外面最难的那一块还是石板呢？现在的话，一个男生的。
市场啊？干嘛？啊，你知道他在干嘛的吗？感觉永远。有看到中间远远的那地方有一个浮水印，有没有？有。如果有的话，你大概能头一步你能鉴定说这一张大概会没有问题，但是现在这种印刷的艺术可以说是非常的高。对，我的是真的，你们自己辨别你的。没有啊，怎么有两？没有的话就赶快把钱收起来。哎，有两点黑痣耶，那个人的脸上。肿起来了，肿起来了，那给我帮你去换。要不要照相啊，小姐？
谢。向こうでも撮りますか？そこの入り口で多分。これは。頭の作りをご覧になってください。ハーブになってるのが大きな特徴。
黄色的那个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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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色的快点的。
现任的，来，六人照一下，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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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你先去那边吧，我先去那边。那这样子，我就是。我一直在干。然后再一点，还有个球。
战争的关系，王室落寞啊，像这种东西才会流传到民间。这个技术已经有300多年了啊！你可以看，他们呢，就像那种南京那类画图啊，整批出来，然后就靠他们的那种颜色，然后在这个台地上。当然，他有些传下去是透过去啊，会透过啊。那手染的话呢，一定会透过这一块布，一天才能做到这。这是 Okinawa 目前最保有的传统。好像这种技术已。应该不是这一招吧？这一招给你做。哇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，就这一招。没有哦，没有哦，回去喽。哎，当大公主也不错，当大王子也很好。来好了好了，公主不见得比王子好啦。来了来了，看啦看啦。这个好啊，王子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这个又不是君主。有吗？一二三四，两七台啊，六七在水里。请你把烟囱加进去，就会有七层楼。他广告不是这条船，他广告上面是广告尾巴多一点。对啊，广告上面还好像还有游泳池。对啊，广告上面还有游泳池。要有一句话，广告不可以加。其他的旗啊，都不管哪一个旗。哎，可是也应该加挂我国的国旗。
啊，甲板啊，从那条路一直走下去。太大了，会不会有这样会如？啊，现在不多了。干嘛？啊？没有了。那边的都断掉了。断掉好了，小叶，我们过去那边看，看来是不是三？
呢，是一条隧道。这条隧道呢，是在这边是最长的一个隧道，总长是1400公尺。
乖。首歌，我送给我们的父亲。我的歌名是《父亲，您真伟大》。母亲像太阳的太阳。谢谢。现在呢，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啊。小朋友，为您带来一首诗《父亲颂》。大父亲恩，我听不懂。自小养我到长大，把那壳子拿来。自小养我到长大，吃尽辛苦费尽心，吃尽要下台鞠躬。好不好？台湾话的，嘿，好不好？来台湾话的，国语的、英文的跟台湾的，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配合，为他们做最特别的生日晚会。谢谢，阿维西。上班的上来。
我都是有点细点的来着，还是想好啊。我就啊，我一讲一叫人开口，一定好点注意啊。叫伊四点来接人载哩。天哪，啊，要加四点。对啦，办几号才有迄落四张额客，有点比袂甲你遮，我嘛到我顶。哦，对啊，像迄个公路区，我讲唔靠。啊，我就是在站啦，我嘴巴是不能塞车。对啦，我讲等你塞巴士来，再加来，我等坐车等到。到时啊，然后你来看你的，到时来，你叫别生气。我无来啦。我咧卖用咧，生意都袂少啊。我看到我要怎么有看到？哦，你去找哦，你妈妈如果你找你，你妈妈还找到一个爱听的。啊，就是找你的啊。哦，那个啊，我无看。